起床钓鱼啦。来，走。亲爱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，我场空啊。现在是早上7:15，昨天上了2个鲤鱼，跑了一个，但是我感觉鱼情是越来越好了。昨天晚上又跑过来打了4包玉米，今天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哦。4包玉米不少了，这边是7:30左右才会天完全亮，现在还是有点黑黑的。赶紧下竿看一下今天窝里有没有鱼。今天线组还是九元岩顶6号线，杆子还是9米的，浮漂用一个九元 WT03， 持铅6.5克左右。今天开份艰苦奋斗钓饵料，昨天钓饵料都上大鱼了，加点老坛维他命，一定要开硬开干。就戳那么大的饵团，我感觉我很快就要中鱼了，昨天打这么多窝。来了，黑漂，几个大？我去，我还在看视频。喂，哇，大！哇，什么鬼东西啊？哦，我还在刷视频。这个大，恐怖！哇，跑不掉，跑不掉，跑不掉，绝对跑不掉。还是得钓饵料，钓饵料大鱼多。呜，胡子鲢，我去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老值钱了，我的妈呀，这个老值钱了，哦，不得了啊！我怕它磨线，这个不得了，真的。哇，这个厉害咯。这个鱼还是有一点耐力的，溜了蛮久。你看还在要线。起来起来起来。不行，这边不行，这边要磨石头，往那边溜，那边稳当。呜，真的是高光时刻这一波，没敲网。回来吧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它牙齿太锋利了，我还不敢拿手去摸，因为我吃过亏的。哎，我那边那个钓箱有夹子，有路亚钳，我溜那边去。哎，用这个就安全了。哇，这鱼得有多重啊！哇，你看它的牙齿。很锋利的，不敢摸的。贵州没有让我失望，总之就是牛。哇，真的，最开始我都以为搞不起来了，
杆子都进水了，痛快痛快痛快。我去，乐极生悲，哎呀，掉河里跑了，我靠，这不得尴尬死了。今天下午是一个口都没有，上了一条鱼还跑掉了。今天抽鲢鳙也不行，钓底也不行，不得吃哦，吃猪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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